这个酒吧就是段林希在这三年一直待在这里唱歌的地方。这把吉他是段林希第一次学吉他的时候用的琴。在那个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他说他舅舅，他跟他们，你教我吉他吧。后来就教了给他六个和弦，但他一个多星期就过来，哎，真可以。酒吧在装修期间的时候，段林希天天过来帮忙刷刷漆呀、搞搞这些翻翻墙啊这些东西，我们就觉得特别热心啊，好像梦要开始了吧。酒吧开业的时候，段林希唱了一首《夜夜夜夜》，但是酒吧里边人特别多，特别闹的。他唱到了几句以后，哎，很多人就慢慢的静下来。唱完以后，全场嗨起来了，那时候他更有积极性了。一天晚上就来了一桌客人，然后只卖了88块钱，但是段林希我们就是依然唱歌，然后还是很嗨的那种，只要有人听他唱歌他就很快乐很满足。在我心中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云南保山的段林希的舅舅。大家好，我是段林希的好朋友，我叫东东。好，这把吉他已经是高龄了，二十七岁了。以前呢，就是陪伴我长到，然后后来小学毕业以后，段林希这把吉他就已经慢慢的属于他了。后来他第一次摸吉他就是摸这把，然后教他的唱的第一首歌叫《最美》。段林希，你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美。接下来有请段林希带来一首《春天里》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也没有他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在街上，在桥下，在田野中，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。春天里。